根据科学新闻报道，印度生物学家最近发表12种壁虎新品种，其中一种野生个体身手格外敏捷，躲避技能亦都相当强。印度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最大非政府组织 BNHS 成员帕尔益述，每当我们试图捉它的时候，这种壁虎就会迅速地在两个石头之间跳跃，爬入最狭窄的裂缝躲避。他说，这么灵活的动作让研究人员立刻联想到成龙。这种壁虎英文学名叫 Neumas pisjackii， 中文叫成龙壁虎。发表者认为，这种命名方式有助一般民众与其建立联系，特别是这种较不受欢迎的变温动物。